satu slogan yang telah dikemukakan oleh saudara Anwar Ibrahim, iaitu satu slogan oleh Confucius, iaitu saya akan baca dalam bahasa Cina, selepas itu kita akan terjemah dalam bahasa Melayu. Sihai zinei jie xiongdi. Saya seru supaya kita semua laung sekali. Taja ichi hana. Sihai zinei jie xiongdi. Sihai zinei jie xiongdi. 再来一次。四海之内皆兄弟。各位，大家晚上好。今天呢，能看到这个 SB 和 Bukit Lambau 区的华裔、英裔、马来人一起呢，这么踊跃的来到这个场面。是非常令人感动。大家来到这里呢，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这个国家。今天我们面对着普选，我们很荣幸可以在这里呢讲政治、谈国家大事，这个是难得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开启电视来看报纸，或者在公开场合里面谈到政治的少之又少，即使我们在咖啡店要谈政治的时候呢，还要把声调放低来，还要看后面有没有人，看到有没有 SB， 有没有警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悲哀。所以各位呢，今天我们可以这样公开的坐在这里呢，是因为托作选举之福。选举的时候，你们是老板，你们是决定这个国家这个候选人的主要的主人翁。所以选举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事件都可以发生。我们还记得在安华竞选巴东埔选举补选的时候呢，政府降低油价，在选举中间，以前一到选举呢，每一次都是要铺路的，每一次华小就拿到很多钱，但没有小学就拿到破款，神庙也破款，这个社团也破款啊。但是呢，近年来因为补选很多，人民聪明了。人民聪明是怎么样？人民讲钱照拿，我们的票照投给反对党，照投给我们心目中想要的人。因为这样呢，这一次呢，我们照样了。你看到路上没有人坐路了，没有人来装电灯，没有人来给社团钱、给神庙钱或者是学校钱。但是不要紧，今天我们集合在这里，还是为了就是要讨论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要讨论我们的子女长大之后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讨论这个票投下去会给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你们已经成功了一半，拿金宣布当首相，但是他第一件事匆匆忙忙要放掉13个在内安法令所扣留的这个政治犯，并且我们的报纸公正报还有回教党的哈拉嘎本来被吊销三个月，因为我们登阿丹都亚的故事啊，照理是不可以讲哦，但是登不要紧，你们可以去读。所以我们被吊销三个月，在我们的动员，在你们的支持底下，因为政府害怕你们的票，所以呢，逼不得已放了一些这个政治的扣留犯，而且呢，
把我们本来吊销的这个出版执照恢复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出版。这个是你们的胜利，这个是你们的支持，我们才有今天的这样的成就。因为选举的时候，人民就是老板，人民就是讨街啊！啊，你们做讨街可以做决定，但是大家也要记得，我们记得每一次首相新官上任的时候呢，都是会做好事。以前马哈迪上台的时候，击打人很光荣，为什么呢？他是双 M 政府啊，两个 M 哦，他是穆萨啊和马哈迪，最后双 M 做到变成一个 M 啊，没有了另外一个 M， 最后那个 M 呢变成 money 的 M。不是我们的玛丽姑妈，但是这个钱的玛丽，所以他开始也是放人，开始也是什么？我们要 A B C 的 Amana Jacob Bersih， 他都要。那时候马蒂每一次到总统大会的时候，都是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哭啼啼，为什么呢？他讲我们巫统太贪污了，你们再贪污我们的民族没有救。他将哭了二十年，但是二十年后巫统的贪污有没有改？巫统有没有变成更清廉？巫统有没有少一点种族主义？好像是没有。三个礼拜我们看电视，我相信很多人呢都想拿棉花射住耳朵，因为那种种族主义的话听不住耳，不堪住耳。巫统没有改变，我们上一届也选了一个好好先生啊 ，Mr. Clean， very nice person， 很好，他的人是吧，很温和，大家都讲他很温和啊，但是温和是温和，啊，做得到东西吗？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给他五年的时间，他开始的时候，人民也是感觉到，哦，马哈迪二十年终于下台了啊，马哈迪用强权的方法把我们关进去，我在马哈迪底下要在港文定住两年，啊，风景非常优美，让我休息一下，不然的话呢，每天要对坐水坝车，满身湿淋淋的。啊，但是呢，马哈迪很照顾我，他讲你去港务定住两年了，不要紧，你住在那边的。所以马哈迪也是关我们，但是呢，阿布拉巴达威上台之后，也是一个好好先生，谁都可以放，我们也被放，啊，安华也放出来。但是这个好好先生，人民忽然间感觉到我们要支持他，因为他做得这么好，给他全力支持，投票都投给他，到最后国会里面98%的席位由国政垄断了，反对党才是几个人，在那边举手举脚都不够他们动，不够他们动，98%了，啊，民政马华巫统全部人坐在那边，就是决定了一切。98%的席位，我们期望他可以拿这个人民的支持来改革，人民的支持来给我们做事。大家也看到马华那时候很强大，席位很多，部长也很多，民政党也有啊，槟城也有可以执政，这一些时候我们给他们这么大的信任。但是五年来做了什么？五年了，他的宝贝女婿越来越嚣张。马阿布拉巴达威可能是 Mr. Nice Gentleman， 但是他的女婿呢？他的女婿吉格里斯，他的女婿可以说，槟城的马来人被边缘化，他要皮夏穆丁一起拿剑来捍卫马来人的特权。但是当其他的政党提出这个国家有其他的人被边缘化的时候，他讲这个是种族主义，要吊销他们，要警告他们，这种双重标准，是一个 Mr. Nice， 一个好好先生底下，这五年来我们没有看到贪污滥权的事件减少，我们没有看到种族主义减少，
所以我们感觉到上当了。给他98%的地位，现在308来了，人民的委托，看到反对党的兴起，看到人民联盟的崛起，我们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回教党联合在5个州执政，包括暨南，这个是人民的胜利。我们不敢讲，我们不敢讲，因为明年过得很好，所以你们支持我们。我们只敢讲，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我们身扛着人民的意愿，替你们讲话，替你们伸张正义。这个就是我们明年成立的目的。